是不要钱的鱼，知道不？领导费一样啊！你看又跑去大伯那里偷鱼了。不要钱的好吃。人家都在问你给钱了没有？没给钱，给啥钱呢？他钓的还是比咱外面买的好，他鱼鳞呢那样亮晶晶的，外面买的都掉了。你问爷爷今天做什么鱼？砂锅鸡头灰鱼，一滴水都不放。不放能煮熟啊？等一下看着看能不能煮熟。你也不知道。当我们家的锅太辛苦了，一周都没有休息日的。要不要吃啊？小心烫。不吃。不吃啊？我就说烫而已嘛。贪吃这东西真的是天生的，后天你学不来。下着绵绵小雨，要联系下一个星期了。爸爸吃饭，我还有，还有啊。你说什么？还有。哦，空气炸锅还有是吧？嗯。你要吃是吧？嗯。那你叫妈妈拿好不好？哎，手脏好不好？你叫妈妈拿。这家伙还要吃，还有两个。干杯！再点芹菜，你爸要用。我发现只要一下雨啊，这些菜看着就老漂亮。就是啊，你看甘蔗都长出来了。奶奶说的这颗就是甘蔗，剩下都是红薯叶。你看我在干嘛？伯伯已经下定决心要减肥了。减肥能多吃点，然后说吃多一点才有力气减肥嘛。不要。不要什么？为什么要笑我啊？你别踩爆了啊！不至于吧？那先喂喂啦。喂喂啊！啊，你家好苦。像你还敢么吃？我家个不一般。啊，你家好苦，我三条脚就猪腰了。啊哈哈！你家是有。大鱼，大鱼，不要吃啊！不要吃过，唔好看。心酸呢。我本来不想讲你心肥了，胖一点正常。脸太肥了，最近拍照视频拍起来，整个脸都肥的呀。嗯，臭臭。叫爷爷闻一下是吧？它香不香是吧？有味。啊，好臭啊！真的有味，真的有味啊，好臭。才不闻呢！好臭啊你，臭脚臭！好臭，谁像你一样臭狗味啊？太臭了！中午做鱼都不用下盐了，是不是？脚下去涮一涮，这就是咸鱼味。涮一涮哦，你这脚就是咸鱼味。哦哦。爷爷开始做鱼。感觉好久没吃牛腩了。你想吃啦？牛腩是吧？对呀、啊。你想吃啦？有你可加不会吗？放点料汁进去。好了。要小心干嘛的？别讲了，妈妈给你，妈妈给。兄弟。兄弟。回头干虾喽。这叫我丢呀。今年罗非鱼不知道要吃多少只，不用钱的嘛。你这么快啊？香不香？你做的鼻头，你都快吃出表情包了。好像不好，我给你吹一下。给家能得的呀？给家能得料，调个料。让他们吃块肉跟割肉一样。我是有点夹不了呀。我夹不了。我麻夹。你麻夹？我麻夹，我麻夹。你妈家我哪妈家你呀我哪妈家这都是网友说的拿大伯的鱼给钱了吗甜甜面子比较大我们是不好意思抓了全靠甜甜的脸在吃饭我看看你的脸哎呀老厚了吹吹吹吹漏漏吹漏漏吹漏漏漏漏吹凉一点这个阿胖甜甜都已经吃了三块鱼那个鱼做的他都不爱吃他也喜欢有味道。嗯，今天还是爷爷调的味道可以，是不是？这样做好吃，有味道。好了好了，吃饭别玩这个风扇了。对呀，就这样，有话就有
你来个鱼头。今天这一锅肯定能光盘。你要慢一点就没有啦。他们天天都这么爱吃，你看。有入味是不是？那个旧的还能吹吗？能吹，但就放在那边黑了。你那黑了就放那里。我就是蘸料的。这个以后就拿来给你吹饭了，不要再吹火。嗯。知道没有？以后要把你分上看紧，不要给爸爸拿走了。又是我的锅，那就是你啊，那是爸爸拿的呀、啊。你这个风扇好看，今天都舍不得放下。再吃一口。对啊，去了没有？今天饭很好吃，对不对？他是一定是一了，现在排除关了，整个都上了，跟他王庄都上了。你看他倒下水，变成红色，变得绿。啊，是呀、啊，给你家还聊聊五爷爷现在吃饭总是要剩一点，剩一点。剩一点倒掉啊。那跟他冰的之后，加拍这两天的都加拍。我打算，我打算等看哪里的人打算。是啊，他等个看。买五百，今天批斗大会。嗯。光看写个500字的检讨书哈，以身作则啊。你看嘞，带坏了三代。但我无得去，你带坏。嗯。是排谁了？嗯。哎，哥在往水兜挖去。嗯。真正的写字能说吧？哎呦，那写1、2、3、4、5、6、7，他那检讨书写成剪头书去了。这孙媳妇整天逗弄人家，把这头检讨了一下。我错了，哪个粮食呀？好啦，这期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见。